跟相亲对象出来看电影，结果他一直在跟别人聊天。那个我走了，我不看了。决定一个人出去走走，没想到他跟了上来。你咋走了？咱俩都到这了，等半天了。是等半天了，但是你这人到了，心思也没到啊，这还看啥了？我也没干啥呀，就回个微信。行，没说你干嘛，你就先忙呗，我先走了。看来他并不算喜欢我，他只是缺人陪而已。你等会儿再走呗。为啥呀？我不想让你一边生气一边开车。我问你啊，咱俩是头一回看电影吗？你觉得你一直在跟别人聊天礼貌吗？咋的，你有新目标了？不是，那给你看。拉倒吧，我不看。哎呀，你看看。你说的这个男朋友是指谁呢？是傻子呗。不是，那你就明说呗，老暗示啥呀？谁知道我处对象这么费劲呢？挺大气的，磨叽。不是我磨叽啥了？我咋没懂呢？哎，别说了，送我回家呗。行吧。